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炉昼，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，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。这首是出自于欧阳修的《生查子元系》。这首《生查子元系》语意是：去年元宵节的时候，市集上挂满了花灯，花灯把整个市集照得跟白天一样亮。黄昏的时候，月亮刚刚升起，直到柳梢的位置，我就来到了约定的地方，和你一同游玩，度过这美好的一个晚上。今年元宵夜的时候，皎洁的月亮，美丽的花灯，市集的热闹依旧和去年一样，却唯独没有你陪伴我。看这市集上热恋中的恋人形影相依，我的衣袖都被眼泪沾湿了。每个人赏诗时的心境不同，就会有不同见解。此时小编我觉得这首词就像是在说，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身边的人，珍惜跟他相处的每一个时间。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由身体、语言的互动所建立的，而不是由手机、电脑的联系构成的。当我们沉迷在虚拟世界的时候，往往忽略了身边更重要的人。网络的世界确实迷人，现实的世界确实残酷，但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世界，需要建构的是我们真实的人生，不是只有动画、音乐的画面。